辦法啦，終於要我出手。竟然係你？冇錯，就係我，傅家俊。估唔到今日挑戰我方柏條嘅會係 Marco 你啊！看來高手過招都在所難免，不過今天不是用你揸慣嗰支 Q， 而是呢支氣槍噃，你有冇問題啊？梗係冇問題啦，因為呢一位教練已經教識我點樣用呢支氣槍啦。咩叫教練教嘅咩？喂，教練點入子彈㗎？玩氣槍是具一定危險性的遊戲來的，當然要找專人來指導一下。槍會的周教練 Kelvin 就教我們怎樣揸槍，連怎樣站和怎樣用隻眼都要教的。揸水槍我揸得多了，原來揸氣槍的感覺完全不同的。經過一輪指導之後，我們就知道明白所有安全措施。方柏橋大戰傅家俊立即開始。原來還未得的，埋到去射個靶之前還有很多指令要教的。经过 Kelvin 的细心指导和抽签之后，决定就由我来开始先。你了你了，哇，看我的动作慢到呢，知我第一次玩了。我支枪拿起上手都挺有重量的，我还遇到个顽强的敌人，这个射了三枪才瞓低。结果一轮急攻之后呢，就知我找到怎样可以射中个靶的方法了。 OK, you can finish, I'm no show here.到底用了多少时间呢？看看 Marco 先。到 Marco 啦，见到 Marco 揸开支桌球 Q， 原来揸枪都挺有型的，而且他开始得挺顺利，直情有一 Q 清袋的气势。哇，真是百发百中的。我看 Marco 都挺有潜质。好，326,19。啊，这么快打完的了，原本比你快过我的。唉，经过一轮龙争虎斗之后呢， Marco 我哋有结果啦噃，不如请教练 Kelvin 同我哋总结一下今日嘅成绩嚟。等我嚟公布时间啦。阿柏乔咧就系30.94秒 ，Marco 咧就系26.54，我六秒几打晒噶啦。我哋经过一轮嘅龙争虎斗之后，都系慢教练10多秒啫，我觉得战果非常好啊。嗱 ，Marco， 咁啊，今日玩完射击啦，感觉点啊？射击好好玩啊，觉得系同桌球其实好多共通点咯。教练之前又教我，其实射击要有 plan 嘅，即系一早要谂定射边一只先，跟住行几多步又再射下一只咁咯。同桌球好相似，我觉得。可能玩多啲射击，同跟住令到桌球都可以有帮助。咁啊，今日我哋好多谢阿教练啦 ，Kelvin 为我哋作出指导啊，多谢晒。嗱 ，Marco， 咁啊，你啊赢咗啦，不过冇奖杯嘅，唔紧要，我大方啲，请你食餐饭嚟。好多谢先，不过我食素噶噃。系。我梗系知道 Marco 系食素噶啦，所以今日我哋揾到香港桌球坛另一位高手啊，欧志伟阿艇咧嚟到即席炮制一道斋菜俾阿 Marco 试下噶噃。系嗱，阿艇，我知道你啲厨艺都好似 very good 噶嘛。系啊，我但系其实个强项就系干炒鹅、炒饭、咕噜肉嗰啲，呢次冷面就第一次整嘅。咁就整完之後睇睇阿 Marco 啱唔啱食啦。原理一樣咧，都係兜埋一齊嘅啫，應該得嘅。應該得嘅。交俾你噶咯喎。好，我哋而家開始。咁啊，首先咧就加啲面先。先落呢個面。係啊。阿艇之前都真係做過廚嘅喎。係啊，之前係做過啊。我由86年開始啦。咁啊，86年一路做廚房嘅時候咧，一路就做，一路就打台波。嗯。打桌球。咁啊，打下打下就。不知點解會打到現在咁樣啦，咁其實就一路打嘅時候就做廚房就一路打台波，就有錢先有得打嘛，因為當年因為打台波其實幾貴嘅當年，咁就而家其實打桌球而家就平過當年好多嘅，咁啊當時就覺得自己打幾好喎，打得應該有機會喎，咁啊一份10,000多嘅廚房工作唔做。冇辭咗去做一份几千元嘅桌球室，咁就到現在都差不多有20年。哇！嗰陣做廚都做咗8年藝員，轉打桌球都好大決心喎。有冇俾啲咩目標俾自己咧？嗰陣有啊！當年我轉去桌球室嘅時候咧，其實仲自己講都俾2年時間自己。咁當時嘅目標就係定希望可以躋身到香港前16名，咁就幾理想地就係第一年已經可以躋身到，咁一路就 keep 住嗰個成績，咁一路打嘅時候，咁啊到96年認識咗阿傅家俊啦，咁就一齊有機會代表香港外出比賽啦，咁外出多咗國家嘅時間咧，可以吸收到外邊嘅技術啊，同埋一啲
學問翻嚟，咁就自己增值到之餘咧，亦都可以教到香港嘅年青球員。希望可以教得多啲小朋友可以接我哋力咯。係啊，多啲接班人啊，要係啊，冇錯。話咁快搞掂嘅咯？差少少。係啊，咁啊，而家就再要落一啲配料嘅，咁係落一啲。甜醬先啦，落少少甜醬落去。好啊，因為咁邊啲 Marco 成食得甜醬咧？但係佢係中意食腰果嘅，我知啊，加多少少俾佢。好啊，啊應該得啦，而家應該幾哇幾靚仔嘅，都真係大師級嘅風範喎。算可以啦。Marco 試下味先。哇！見 Marco 睇到口水流埋，好味咁好似。呢個就阿艇精心炮製嘅上海冷麵，多謝曬真係。可唔可以試啊？梗係啦 ，OK 㗎，可以多啲。呢邊啊？我啱啱試咗啦。得唔得？好味好味，好味㗎！果然有啲大廚風範喎，阿艇。咁啊，趁阿 Marco 喺度食嘅時候，我問阿艇啦。嗱，今屆香港嚟緊啊，主辦東亞運啦。咁啊，就新增嗰呢個桌球嘅項目，我諗都算相信會係香港奪牌嘅希望嚟噶啦。唔知阿艇又覺得邊個項目最大機會呢？我諗主要對手咧都會係中國咯。咁啊，跟住又台灣咯。如果喺小碌架嗰方面，我諗競爭比較激烈，我諗喺個隊制嗰度咯，喺個團體嗰度，因為團體裏面係三個球員一隊嘅，咁喺個競爭嗰方面咧，會比個人賽會刺激好多。Marco 認為咧，中國係一定係大熱門攞金牌嘅一個國家啦，我覺得，因為佢哋嘅年青選手個都真係好有潛質啦，好多都係喺英國打職業啊，咁所以其實就算唔係大熱門，同我哋中國都會係。即係同我哋香港都係會好難去分出勝負嘅一個國家，但係其實台灣都唔可以忽視咯，我覺得，因為我之前喺亞運都有對過一啲台灣，其實打美式嘅啲球手，但係佢轉打英式咯，但係其實佢哋水平都好高喎，所以其實都係一個黑馬咯，我覺得台灣。呢個豆腐餃子，豆腐餃子，仲有呢個就火腿卷啊，火腿卷係。咁啊，得閒一齊啊，一齊食啦！唔該，係啦。啊，兩位桌球壇都即係打滾咗一段時間啦，其實一定有高潮有低潮啦。其實點樣去應付一啲即係低潮啊，或者有壓力嘅時候，應該點樣面對咧？智慧，我就當我有壓力嘅時候咧，我坐喺旁邊啦嚇。當日喺比賽嘅時候，我會自己同自己講嘢。咁啊，有時會唱下歌啊。咁當然呢啲係自己每一個球員都有佢自己一個減壓啊或者輕鬆嘅方法。我會唱下歌咁咯，同埋自己同自己講下笑咯，氹下自己開心。咁就算唔能夠贏得到嗰場波，但係喺一個咁多年來嗰個習慣嚟講咧，我覺得幾幫到手嘅呢個方法。咁啊 ，Marco 覺得打桌球有啲咩最難克服嘅咧？其實都係啱啱阿艇所講嘅壓力咯。其實係咁，即係當比賽時候遇到壓力，其實唔係自己係唯一一個係有呢個問題。其實每一個對手都係會面對呢個問題。不過我哋打波成日都覺得自己好大壓力，但冇諗過人哋其實都有咯。咁所以其實呢樣嘢就唔需要去太過去害怕呢樣嘢，我覺得，因為其實我自己本人嚟講，其實我都幾中意喺壓力之下打波咯。咁所以一有壓力嘅時候，我會接受佢，盡量利用呢一個壓力去希望成為自己個優勢咯。因為其實自己有好多時候都試過，譬如比賽太過輕鬆，反而打得冇咁好嘅。咁所以其實點樣克服壓力，利用運用呢個壓力，其實係一個桌球好重要嘅一環，自己覺得。我知道兩位都有睇足球㗎，我知道 Marco 同阿巴治奧都有共通點㗎，就係兩個都係信佛㗎。其實信佛有對於幫助你即係打台波有冇啲咩嘅幫助？其實係令到我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睇一啲嘢咯，即係好多時之前會比較執著一啲贏同埋輸，執著於嗰個結果嗰度咯。咁但係其實發覺原來其實應該係控制翻自己應該控制到嘅嘢先，因為其實贏輸真係自己控制唔到，有嗰時可能運氣啊，譬如球證嘅判決啊、觀眾反應啊，呢全部都係控制唔到，但係真係可能會影響到你發揮嘅一啲因素咯。咁但係即係發覺咗原來
應該花太多精神在一些自己控制不到的事上面，應該是在意個過程多過結果，即係每一隻波你點樣面對困難，點樣面對每一隻新的挑戰又好，咩都好，咁都係要自己去諗通佢，同埋要盡量享受每一場比賽，享受個過程其實真係好緊要。其實每一場波，我覺得盡咗力其實已經好緊要咯，因為好多時真係贏輸唔到你去話事咯。你打得好，人哋可能打得仲好；有時你打得曳，又可能會贏，因為人哋打得仲曳咁樣。咁所以其實顧翻自己，即係集中翻自己，無論心理技術各方面都好，都係睇自己，唔好睇人。咁就係最，我覺得係幾緊要嘅一樣嘢咯。咁作為運動員，當然要有好明確嘅目標啦。咁我想問下兩位未來嘅目標係點咧？我先問下艇先。未來嘅目標咧，都係繼續練習啦，都係希望能夠代表到香港攞啲更好嘅成績啦。譬如喺亞運上面同埋東亞運一啲大型嘅運動會啦，代表香港攞好成績。喺自己個人方面，希望可以突破到自己一個喺亞洲賽或者喺世界賽嘅成績咯。睇下會唔會有機會再練好啲嘅時間咧，去英國同阿 Marco 一齊比賽啦。咁我梗係喺度要祝阿艇成功啦。嗱 ，Marco 咁啊，近呢兩季咧，我知道你嘅發揮都好好啦。嗱，第一個嘅世界排名賽嘅冠軍又攞咗啦，亦都係能夠入到去世界排名前八位。完成咗呢兩個目標之後咧，未來有啲咩更加遠大目標正在挑戰咧？如果喺排名上面目標就係希望都係能夠可以保持喺頭八名啦。即係其實呢個係一啲唔容易達到嘅一個目標，我覺得，因為其實依家即係世界桌球壇嘅水準真係越嚟越高啦，好多後起之秀係真係好有能力可以去贏冠軍啊，或者甚至去打入前八名排名嘅球手都有好多咯。咁所以其實真係不進就會退步嘅，我覺得。咁所以其實真係要保持到呢一個水平，真係要自己要再喺技術方面啊、心理方面要再做得好啲先得咯。咁即係未來嘅目標都係希望係可以做到呢一點咯。好啦，咁呢度咧，我哋好多謝兩位上嚟接受我哋訪問啦，亦都預祝你哋喺東亞運咧能夠攞到好滿意嘅成績啊！咁啊，呢個時候咧，我哋都係要消滅咗面前呢兩碟餸先。好啊，好啊，好啊，喂，唔好客氣啦。正如 Marco 所說，打比賽的時候最重要就是抱著一個享受比賽過程不理性的心態去打，否則就越打越亂。今天很榮幸可以和香港桌球代表隊和我切磋一下球技。幸會幸會，我叫飛葉允賢，請指教。少見呢，葉允賢是香港桌球壇裡面比較少見的女子代表，不要因為人家是女仔所以看小她噃。她曾經拿過世界業餘女子桌球錦標賽的亞軍，球技有几犀利，可想而知啦。阿飞啊，咁其实打桌球大部分都系男仔啊，咁你身为女仔打桌球，会唔会觉得自己有啲另类咧？其实都唔会啊，因为始终桌球都系一种运动啦，好适合男女老幼去参加，同埋而家啲桌球室都多咗好多小朋友同埋女仔参与。咁其实你由最初啦，点解会拣桌球呢个运动嘅？因為其實自己讀書的時候都有參與很多游水啊、籃球啊呢啲咁嘅運動，但係因為那些運動就符合個體能要求會高啲啦。咁因為我本身自己個體能又唔係咁好，咁但係接觸咗桌球之後，發覺因為桌球是一個靜態啲嘅運動，體能要求唔太高，反而個思考啊嗰個要求高少少，同埋我覺得呢個運動係幾適合女仔參與。其實打桌球男仔和女仔的打法會有什麼分別呢？其實會的，因為女仔的體能始終沒有男仔那麼好，可能 Q 法上甚至乎 Q power 是沒有男仔做得那麼強。阿菲兒，我知道你了，去年就成為一個全職的桌球手，其實訓練方法或者心態上面會不會有什麼分別呢？其實很大分別的，因為業餘球手要兼顧他們日常的生活，有份職業啦，變咗佢哋放工嘅時間，可能佢哋會好攰，甚至乎冇精神去到練習。但係當轉咗全職嘅時候咧，我個時間多咗啦，喺訓練上面啊，甚至乎個投入程度啊，都會大大進步咯。
阿飞啊，咁我知道嚟紧东亚运啦，男女子嘅桌球啦，都增设咗六个红波嘅项目噶噃。咁啊，其实你自己又点睇咧？其实六个红波同十五个红波个分别好大啦。红波少咗，变咗嗰个节奏会快咗啦，大家个实力距离咧大嘅就会拉近咗啦，同埋个竞争性会大啲咯。咁样今届东亚运啦，你觉得最大嘅竞争对手系边一队咧？系，我觉得最大个对手会系中国咯，因为其实中国嘅桌球水平好高咧，同埋近年佢哋发展得好快。咁样东亚运里边啦，你自己定咗咩目标咧？其实我自己的目标希望在比赛入面发挥到自己应有的水准，如果为香港拿到奖牌就更加好了。平时收工我最喜欢督波的，个个都叫我做西湾可乐不神。那么择日不如撞一下阿飞，上面同我玩个游戏嘛，随时奉陪啊。游戏十分之简单，将六个颜色波一字排在台中间，两位要把握六次出 Q 的机会，尽量将波 pass 入袋，入波越多越快为之赢啦。好，等我 Eric 出马先，睇下个黄波打成点咧。哇，好清脆啊，慢流中袋。睇下绿波又点啦？哎呀，撞晒箍，啡波咧又撞箍。蓝波又点啊？教唔翻啊？点算啊？乒波又撞翻出嚟。黑柴攞翻比赛好冇？啊，终于都入翻黑柴，不过算啦，让下佢啦。我就入咗两球波，我就唔信阿飞佢一次过入晒六球啦。黄波让俾你入啦，点知佢六波同埋啡波都入得咁靓，仲要每球嘅角度同埋力度都调校得咁好，真系抵你入晒六球啦。我西湾可乐不神，唉，睇嚟真系浪得虚名啦。西湾可乐不神都打得唔错啊！失礼晒，失礼晒。咁啊，小弟今日嘅状态麻麻，我哋下次再玩过嚟。好啊。正所谓攻欲善其善啊，必先利其器啊。阿飞，咁啊喺我哋面前就你支私家 Q， 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咧？其实呢支 Q 咧就系喺英国特别订造翻嚟嘅。咁呢个长短咧就系根据自己个高度啦，同埋个重量咧系轻咗少少嘅。咁我知道你呢支 Q 咧，曾经改过好多次嘅喎。系啊，因为我之前咧就系打啲57寸嘅 Q， 即系 standard 一般市面上买到嘅 Q 啦。但系由于我冇男仔咁高大啦，所以打嗰啲 Q 我会觉得好论尽咯。吓，咁个支 Q 会唔会话特别轻咁样嘅？会噶，因为其实正常 standard 男仔打嘅 Q 多数都系57至58寸啦。咁个重量咧通常都系18至18.5盎司。不过女仔咧由于矮细少少咧，所以佢哋打嘅 Q 咧通常都系55至56寸。咁個重量都係17.5盎司，已經好夠噶啦。咁但係其實爭嗰0.5盎司會唔會好大分別嘅咧？其實都爭好遠㗎，因為輕嘅 Q 女仔打個動作會做得流暢好多㗎。咁希望你用呢支 Q 咧喺東亞運有好嘅成績啊！多謝。